这一次，咱们不在中心街区，看来他们是不想自己来找煤去吧？啊！真正小屋适合我，所以建得很快。一人的可以再加一点剂量。不是 ，COP 对老年人的副作用更大，再添加剂量，恐怕会加重中枢抑制的危险。 这个你不用管，我们考虑到现阶段的人的身体机能，我们尽量采取激进的治疗方案，暂时的萎靡不振有助于减轻痛苦。先生您好，请关注一下华航，谢谢。女士您好，请关注一下华航，谢谢。先生您好，请关注一下华航，谢谢。先生您好，请帮助一下华航，谢谢。 女士你好，先生你好，请帮助一下华航，谢谢。老齐啊，仓库那边准备好了吗？四哥，我老去办事，就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，看来情景啊，应该很快就有动静了。 这么大的一个仓库，货也不让拉出来，就这么给烧了。老齐，你觉得心疼吗？既然段部长有指示，咱就当是装尸断味儿，说不定呢，咱从他那捞过来就更多。话说的轻巧，现在大陆什么形势啊？那保密局在香港能待得住吗？ 我们是把柄落在他手上了，这是阎王爷下帖子，不想去也得去。老师，老师。 教训给你煮点面条，你赶紧吃着吃了吧，这回去歇会儿，这两天都没怎么好好睡觉啊。先放那儿吧，我不饿。袁博士怎么说啊？我让注意休息，按时吃药。 也不知道我哥从哪里弄来的药，我舅舅就找不了他。你哥弄的那是什么药啊？请帮助一下！快救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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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叶先生，这里禁止外人入内。我知道，也可不是。COP 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没有义务回答你。啊、哦！让开！哎，叶先生，走开！我再问你一遍，有口实。COP 到底是什么成分？告诉我。不说是吧？不说我也知道是什么。它的成分是氯氮卓，对吗？是专门用来控制病人的，是一种镇静类药。告诉我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是不是段木恒？聂先生，你冷静一点好吗？我已经很冷静。这是合理的方法。合理吗？目的是缓解病人的痛苦，缓解痛苦，是吗？好，叫你也缓解缓解痛苦，畜生！不是，您怎么样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
不着急，慢慢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沈主任和帮会的人吵起来了，他们硬说是我们两行放的火，连警察都来了。你在这盯着。好。刚醒了，吃了点面条，吃完药又睡了。老师，姐不说话。有件事您可能不知道，他们给老太太吃的那个药，是镇静类的药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包括他们把老太太弄到台湾，这整个都是段木恒的计策，为的就是把你滞留在台湾。所以当务之急，您得赶快回香港。其实我已经知道了，他们给的药物确实有让人镇定的成分。你早就知道。人家跟着我这一辈子，到处奔波，没过上几天好日子。真的，我原谅我，原谅我的选择，原谅我的自私，好吗？我理解，老师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人报警称，你们两行员工利用示威活动，寻衅滋事，肆意纵火。我要带他们回去调查。不是，警官先生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当时货仓着火的时候，我们是进去救火的。沈小姐，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吧？在现场的油桶啊，还有点火用的打火机，那是你们两行才有的稀罕物。这你来不了吧？不是，你怎么胡说八道呢？我们为什么要烧货仓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或许你们想给自己造声势呢。哎，你好了，别废话了，有什么话回来警局再说。带走。哎，先生，这一定是误会，是个误会。警官，你听我说。哎，走，快点！你们干什么？开门吧！怎么能乱抓人呢？就是啊，不能带走沈主任。退后。
的药吃了吧。嗯。慢点，别呛着啊！好，没事。哎。嗯。药出来了。哎。我没事了。哎，您弄点水给我擦擦，我有些乏了。哎。今天可真够忙的啊！是，你们喝两杯。好。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以后你自己要注意安全了。哎，上车吧。你别假惺惺的了。我好心好意救你出来，你怎么还骂我呀？我问你。樊奶奶她怎么样了？我听说她到了台湾以后，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为什么？到底在害怕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樊总他们回来？那我也想问你，你们在害怕什么？为什么不让他们留在台湾？我害怕没有明天。奶奶，哎，下雨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不，不回去。你看，这让我想起啊，我们老家浙江了。下点蒙蒙细雨的，多温情啊！我做梦啊，也想起啊，如果我们全家都回老家，在那儿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
那就。泉州安西地区，短短十日，同安、长泰、南靖的要地相继落入敌手。我68军将士由漳州撤往厦门防线，遭到共军275团追。
民国27年，我要上前线了。伯母亲手为我做了一碗猪油汤圆，说吃了这碗汤圆，一家人不管在哪儿都会团圆的。我吃了汤圆，心里在想，伯母就是我的亲娘。17年过去了，我就带着你，咱们回香港。
是孩儿无能。
礼物，遮不住归途。时光苍老了花。